老豆，阿嫂 A B C 嚟噶，佢翻到嚟同你鸡同鸭讲，咁咪好好笑咯。咩系 A B C 啊？即系 American Born Chinese， 即系华裔啊。通常呢一种咧都系唔识讲中文噶嘛。你同我定啦，你阿嫂咧虽然系外国出世，但佢嘅父母即系我亲家，自细咧就要求佢喺屋企就要讲广州话，话无论去到边度都要记住自己嘅根喺边度，唔可以忘本。嗱，呢一点咧我就最欣赏啦。怪唔知嗰时阿哥话要娶个 A B C， 你都冇意见啦。原来阿嫂识讲广州话，唔使大仔细睇啦，唔理啦。我唯一一个要求咧，就系你阿哥阿嫂要教识虾仔讲广州话。我哋广府人嚟噶嘛，去到边度都系广府人。喂喂喂，阿哥佢哋出嚟啦。哈佬，老豆，细佬 ，long time no see， 好耐冇见、啊，你哋点啊？老爷，二叔 ，Matthew 叫人啦。哎呀，你粗心大细啊，仲要抱住呢个化骨龙，小心啲啊！嚟嚟嚟，阿爷抱，阿仔，阿爷爷好挂住你啊！老豆，咪咁火啦，喺嗰边个阿妈都系咁臭 B 嘅，几好噶，冇事噶。翻到嚟就有翻到嚟嘅规矩，我警告你啊，好好咁样锡你个老婆啊，你攰亲家嫂咧，我就唔放过你噶。嘿嘿嘿，呢铺有你睇啦，学粤语最紧要识用。